有关系，心里明白，已经热了身啊，重在参与，有一第一，铁在第二。嗯，没事啊，我看一眼你的号码。放心，宝贝你在一块儿呢啊。幺五五六，幺五五六，一会儿就要开始了，吴家要动你的父母呢。老师，我爸肯定到，我和他有约定的。行，那老师现在其他小朋友下去候场了，走，跟我走，来。 哎，你再坚持一下啊，叔叔马上救你出来。 小豪，情况怎么样？两辆小车相撞，大车进行躲避时造成侧翻，由于是满载，所以救援难度特别高。仔细检查车辆，防止漏油引起燃爆。是。关注一下。副队长，放液压气。好。
小朋友，腿拿出来。扶着他，快点送救护车。好。伤口，快！你去救别人。老莫，快去，快去！西城！现在请第四小组的选手跑到边后场。吴家栋父子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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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家栋，你爸爸呢？哎，这可怎么办呀，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。家栋，老师，我是家栋的妈妈。啊，你好。家栋，我爸呢？哼，又不讲信用。你爸不讲信用的时候多了，老妈来陪你跑。哎，那行，咱们下场吧，走。不对，采血已经完成了。好，那快拿去化验吧。好的。孟凡。这次呢，由于情况紧急，不耽误现场的救援，我们跑过来进行验血，确定一下是否存在酒驾。这位是我们的交通事故调查员，他将还原一下事故现场，确定一下责任划分。开始吧。好，首先呢，非常感谢你在救援工作当中做出的努力。现在我们开始，根据当时现场所留下的刹车痕迹以及车辆受损情况和车身重量，我们可以判定你当时的时速已经达到了115到130之间，也就是说你有超速行驶的可能。这款车是1.6T 的排量，车次重1395公斤，现场刹车距离为12.8米。通过车辆受损的程度判断，当时受到的冲击力应该是在1800牛左右，因此判定车的速度为110至120千米每小时，当时行驶在高速公路上，根据国家相关规定，最高时速是120千米每小时，所以不存在超速行驶的可能。根据高速公路上的监控显示，在追尾之前呢，前方车辆有明显的转向、晃动和刹车痕迹，而你所驾驶的车辆在发现前方路况以后没有采取制动措施，明显的反应时间过长。你当时在做什么？当时发现前方车有情况，我就踩刹车了，但还是撞过去了，然后就头有点晕，紧接着我就听见后面车有侧翻的声音，具体的细节我也想不起来了。是否有疲劳驾驶？晃神了。好，我明白了，晃神导致了反应时间过长以致追尾了。行，何队，事情我们了解了。嗯，好。好。一冰，你先出去吧。